妈妈怎么讲？我大是不必。雅雅念一次。雅雅不必。啊，雅雅买头，雅雅买头。你跟谁学的？他说我大是不必。哥，我不是大是不必吗？哎。
要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你的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他拆掉，那个电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拍。李先生，你刚刚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刚刚那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啊！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现场。来
不？在走不？我在出东西不要倒哦。这两块嘛，这块太过老给了。哎，嘛豆豆唔得了。男生怎么讲？香蕉怎么讲？笨香蕉很好吃。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香蕉很大。
Inat banana no bun bun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懂。Inat banana no bun bun madai. Madai madai madai。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sal kau no. Inat banana no bun bun madai pokin。耶！哎呀！哎呀，哎呀，我是。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
我来给你。你们事业做真好，我现在我回家之后，什么也去看啊。这人工光的钱呢？你看到有什么啊？这个，来，这个好看。够多，这也够多，也够跟基本物资差不多。干爹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莫黑不不数。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马努卡达安数。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大爷跟努比比数。这样。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啊，是你上的啊。什么事情嘛？那要问你啊，是什么事情啊？你找我干嘛？就是你上网的啊。上什么网？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啊？没有，我说我烧了是啊。你烧热水，然后呢？是你上的吗？怎么了？我女儿跟我讲的。你现在什么事情？我有影响到你吗？因为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是吗？对啊。那你死了没有？然后呢？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那台语不是更毒吗？你去检举嘛。你要去检举啊。你都来这边拍了，你今天是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我没恐吓你，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那你就回去了嘛。可是重点是，我烧的有比台里煮吗？我是问你。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我问你嘛。我有烧塑胶吗？有可以烧，有没有烧衣服？那都是有毒物体啊。你那是木头吗？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我在我家烧，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整个操场都是，从昨天我闻到现在真的不舒服啊。从昨天 我昨天没有烧。哎，你现在要干嘛？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啊，对，是面你现在来恐吓吗？我没有恐吓你，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你强迫我做什么？我没强迫你啊。那请你回去嘛，离开嘛。你都已经破我了，你有什么不破台你的？我有指名道姓吗？是没有啊。我有拍门号吗？是没有啊。那你还不谢谢我啊？你要收罚单吗？你要收罚单吗？你要让我收罚单吗？你要收吗？那请你离开，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什么叫灭火？那你就叫台你去灭火好不好？你先讲台，你再来。我现在打110报警。你打，对，你打，现在打，我等。